这把打完抽枪啊，抽完枪继续干了、啊。拉霸帕克系，没错。哦、哎呦！哎、欸，我怎么艾塔克啦？哎呦，艾塔克是什么小啦？哎呦，哦！哎呦喂！哎呦，他几把？哎呦喂！接上，来啊！哎呀，哎呦！完了，完了，软脚虾！哎呦，这太强了吧！居然会电，好电啊！哎呦，哎呦，在补给箱上。哎、欸，不捡了，不捡了，是想玩牛神了。我觉得他是想捡，但是因为我在这里，他会怕，他死了。哎，我就在这边蹲着。哎、欸，这个干什么？我就是在这边蹲这个箱子啊。哎呦！怎么那么垃圾啊？最好的只有战炉哎、欸！我操，太烂了吧！这要我怎么玩呢、啊？真的是，战炉而已，要怎么玩呢、啊？天哪！哎、欸，你看，大家都是哎、欸，我就知道又有那种老六想要干什么？哎、欸。好啦，哎、欸，我下去好不好？下去，送下去。来，我们直接去找僵尸厮杀。没有，我们去桥上，桥那边比较好打僵尸。僵尸会比较轻松。OK， 滚出去。吸。直接推！回来！哎、欸，后面还有！哇哦！捡一个！哎呦！我操！你确定呢？你要确定呢？我第一次在拉霸里面拉到这个东西。你要确定欸，今天怎么了？我操，太夸张了吧！我操，来扫一下，巴拉，哦，后面有僵尸哦。谢谢你的自发机。嘣！来这一个。我有僵尸，叶小恩，生活人，先扁。嘣！别太溜。哎、欸，后面，海龟老师，轰！太强了吧！回来了，他把拉到太强，轰！他把我回来了，哎呦，差点被抓到。啊，好了，赶快来抓我！现在可以抓我，我就站在这，有没有人要来抓我？好啊，垃圾箱都没有人要抓我，他妈拿那个兔神直接冲过来！哈，有白痴在卡、欸，还是得看他陈冠宇就是要怎样开溜。
，nice。哎呀，给我啦，拜托，我六四枪了，谢谢。哎，后面有哎，啊！谁帮你背？谁帮你背？我帮你背。阿弥陀佛，来！暴走模式。天哪！这我的，这我的，这我的，死尸！哦，来，枪。哦，这里很多。Nice。芝芝抽到龙神，真的假的？嗯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啊？他几抽啊？他怎么中龙神？100抽是怎么样的？好扯哦！他的账号是怎样？欧运的欧军爆棚，十抽，他花500去抽，然后一抽，哇，龙神！夸张，真的夸张。叫他出门小心一点。每次看陈慧，每次都是僵尸，每次看他都是僵尸哎，真的是很烂。哎。哎呦 ！Ben， 保我，保我，保我！没桥喽，大桥帮，吸一个。帮我，帮我，帮我！你老师嘞！哦，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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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完蛋，出大事了！出大事了！哎，帮我，帮我啦！戴帽子喽！戴帽子。戴帽子，帽子给我好吗？帽子给我好吗？哦，我戴到了，帽子给我好吗？戴两只，哎，撞，他传过来又被打过去，帽子给我好吗？哎呦，帽子给我好吗？戴你。哎呦，死胖子，呆弟，肖杰勋啊，违规是不是？来，我帮他，帮他一把 ，Ben， 哇 ，Ben， 不是，你他妈，没事没事没事，安全安全，哦呦，我完了，我帮你，我帮你，我帮你来。呵呵呵，我帮你，我帮你，别，好了，直接轰死。来，泰迪。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哎呀，完了，听到那声音我就知道，差不多要，差不多要没了。哇嘞！哎，我就拿那个胜利药，
硬要啊，没关系。奇怪，这些人很奇怪，而且也奇怪。抓 BOT， 抓 BOT 给你们杀。走开，走开，交给我，交给我。来个炸弹跳 ，man， 抓掉。内裤，内裤，看。为什么每次都是这种垃圾啊？哎，嘿嘿，无敌喽！先把这个无敌打出来，就是无敌加无敌。滋，哎呦，怎么是胖子？多大的先走这边，来哦，我觉得差不多了，要给吃哦，吃，多大？哎，后面你呀、啊。完了，他们回来了。挥，挥，来，打战喽，比比。他们回来了。抽刀，滋。挥，唰唰，挥，唰。传送，抽刀，完美，忍者。就是忍者。吃我下面。哎呦，这进来了！我想不到有龙神的人也会玩拉霸，真的想不到。啊，你拉到什么？好康的吗？哇，冰锤，太好了吧！冰锤。拉霸神脚法兰克，哎，对对对，就这样吸起来，分数加起来，十万分加多少？应该有二十吗？二十分，好大，哎，还紧，不要帮陈冠宇，那个感觉就是陈冠宇。应该是没错。啊，结束结束，这把玩的挺好玩的，还不错。